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续费的伯爵，谢谢工作时代的冲动的火箭，真的很冲动。这首歌叫《亲密爱人》，下一首歌叫《终身美丽》 ，which is 不存在的。占研究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又千斤重，总共无爱的铁路，你那数字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本未能做到，是你会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望到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黑暗已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心眼。如果这既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爱，莫非多一份数理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你卡你矜贵。既然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求你低手臂抱我人潮中曾永，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专心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我抛弃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爱，莫非多一份受力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靠你矜贵。应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心碎。谢谢济公的火箭。什么叫试一试微信100个火箭点歌？首先就是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科普一下啊，就是生活小常识，微信好像每日转账只能20000，我没记错的话。谢谢不会游泳的老鱼儿的高级出勤，谢谢白糖仙神儿先生儿的初级出勤，谢谢 YPMPM 的三个高级出勤，谢谢海棠依旧和 FFA 的 KMO 的飞机，谢谢 FFA KMO 的两个飞机。你们这些
天天带不完的节奏呀。上回居然没有猜出他的声音。有多久没见你，以为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爱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爱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谢谢团长草的飞机。哎，等一下，喝个水。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谢谢长草的飞机。哎，等一下，喝个水。谢谢一念清新却思仪的飞机。Thank you， Thank you 那首歌很老了。
那是打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谢谢太阳长草的飞机。等一下，喝个水。谢谢一念清新却思怡的飞机。Thank you，Thank you 那首歌很老了，那是。哎，点 Thank you 有点暴露年龄啊。他的歌其实挺不好唱的。谢谢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谢谢太阳长草的飞机。等一下，喝个水。谢谢一念清新却思怡的飞机。Thank you，Thank you 那首歌很老了，那是。哎，点 Thank you 有点暴露年龄啊。他的歌其实挺不好唱的。谢谢那个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 Red 的三个飞机，他的抽签，谢谢花定吴彦祖的两个飞机，谢谢冲动的火箭。我这是真的不太会，你们什么时候见我唱过？我这是能跟着哼哼一下，真的。我是真的不会，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但他的歌呀，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有一种自己的那种 feel，这种好像很无所谓。我今年22的话，我倒推回去应该是哪一年生的来着？陷入沉思。97年，那差不多嘛，就96年。就假设我今年22岁，不是假设，今年22岁的话，那我应该是哪一年生的？96年。那我们把这个事情就理一下，理一下，就以后就是形成一个系统。那96年的话，应该是属什么来着呢？应该属啥呀？属什么？属老鼠啊，就形成一个系统嘛。属耗子啊，哦，那年发生什么大事没有啊？也没有。97年香港回归，97年重庆直辖。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什么叫要不换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就说那种，就测谎啊，就比方说，你有一天，去参加，就是就跟那个领导撒谎，说，哎呀，老板呐，我今天早上本来很早就起床了，很早就上路了，但是路上呢爆胎了，所以。我迟到了，对不起，迟到了大概也就5个小时吧，请你原谅。然后这时候呢，你跟同事一起嘛，就他搭你的车一起来的，然后老板把你们分开审问，就是问爆的是哪个胎呢？这时候就体现了对口供的重要性了。哦，但老板知道我没有车呀。你抱的备胎很重要的。
会骑车。你们有没有觉得 Coldplay 写的歌词很喜欢扯神话故事？我也很喜欢。 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see the rise when I gave the roll.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哎，他的歌很喜欢点头，就你听的时候就觉得。I used to、I used to roll the dice, feel the fear in my enemy's eye. Listen as the crowd will sing. Now the old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One minute I held the key. Next the wall.Closed on me, and I discovered that my castle stands upon peeling the salt, peeling the sand. And he cherries and the bells are ringing, Roman cavalry cross are singing. Be my mirror, my sword and shield, my missionaries in the foreign field. For some reason I can't explain.Once you go, there was never, never an honest world.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It was a wicked and wild wind.Blew down the doors to let me in. Shadow windows and the sound of drums. People couldn't believe what I'd become. Revolutionary's way. For my head on the silver pen, just a puppet on the lonely string. Oh, who would ever wanna be king?I hear cherries and the bells are ringing, Roman cavalry cross are singing. Be my mirror, my sword and shield, my missionaries in the foreign field. For some reason I can't explain, I know St. Peter will call my name. Never an honest world,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I saw and shield the missionaries in the foreign field. For some reason I can't explain, I know St. Peter will call my name. Never one on this world, but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谢谢河鸭的飞机。他刚才那首叫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也是 Coldplay 的嘛，它里面就很多神话歌词，里面很多神话元素，还蛮喜欢的，很符合我这样的中二少女。好像最近他们那个主唱又跟谁好上了，谁来着？谢谢孤独时代的别欢、灯谜游戏粉和鸭的飞机。
哦，五十度灰的那个女主角是不是她？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谢谢，这场真的好见，谢谢阿肯的飞机。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李维斯的游侠，这首歌是《梦醒时分》，陈淑桦老师。哎呀，陈淑桦老师，我觉得陈淑桦她的声音有一些故事感。谢谢纯粹发的飞机，谢幽毛二的飞机，还有幽毛一吗？嗯，有没有发现我的左上角写的是那个 Shape of You 正确伴奏？你知道，哎，伴奏很难找，我这边就是电脑里面有什么 Shape of You 试听版伴奏、男生版伴奏、降调版伴奏、什么伴奏一、伴奏二，最后就好像那个什么，就想起当初那个画图的时候，那个图纸的名字啊，或者最终版，真的最终版、最终版二、最终版三，点 DWG 那种感觉。To find the love,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drinking fast and we talk slow. Come
know from the start,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you a chance. Not to my hands, stop. Put the man i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I'm singing like, do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I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 she smell like you. Ever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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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aking, we let the story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y. You and me are straight to Soko. You can they fill up your bags and they fill up a plan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s doing okay. Living, getting a taxi, kissing the backseat till the driver makes the radio play. I'm singing like, do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I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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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谢谢，谢谢秋壳的火箭。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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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看有人说怀孕的。谢谢和鸭的飞机，谢安静看直播的 Calvin 的飞机。我这首歌练了好久，主要是他那个歌词太快了。Waking, we let the story begin. 你们不信试试自己唱一下，哇，舌头打结。最开始都是裸过去的。风扬起了你的黑发，你不经心地摔过鬓角。这个该冒的。笑可以天然地飘。什么小剧场？心是一地草叶，唯一。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我们前阵子才在那个王总的直播间看了一部惊悚片吧，下一次要看什么片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想好了，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哎，最近太忙了，而且明天还要上班嘛。上回看的叫《逃出绝命镇》啊，这位伯爵要不要去补一下录像呢？下回谢谢 Tony 鱼的火箭。哎呀，最近真是
叫啥来着，嘉年华这么一开，哎呀，我觉得像迎接那种年终审查或者说那种考试一样，我觉得心情很紧张。择日不如撞日，我都没下载呢，而且明天要上班，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建设祖国。我没有暗示建设祖国的任何意思啊，但是真的，明天要上班就不要玩太晚啊。我知道我一看电影大家就很兴奋，一定要陪我看完，所以我不能这么耽误你们。写猪猪真是太可怜了，高级手琴。哎呀，有些同学说你上台那么多次还会紧张吗？其实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由于很多人，我不是膨胀啊，我就实话实说，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粉一个人，第一次追星，第一次这么关心一个网上的陌生人吧，这么一个网友，他可能就不太了解其实娱乐圈啊或者说歌星啊怎么怎么样，他们是什么状态。其实上回我们不也放过那种知名歌星的那个什么翻车集锦吗？我靠，我记得当时看了一半不到，很多人就那个 quadra kill 了。如果全部放下去，可能就七连绝世了。你们有时候，我知道你们都是钢铁直男嘛，很多人喜欢的是那个是打游戏，但是你们老实说，你们喜欢的那些游戏高手、职业选手，是不是也不是每场比赛就都打得很好的？我也没有任何其他带节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很厉害，但是毕竟是凡人吧。你要搜什么翻车呀、忘词儿啊，每一个明星能给你搜，就是让你瞠目结舌。我怎么就骂谁？真的吗？就好像球星一样啊！我不说职业选手啦，我说打球的，也不是每一次啊，科比是吧？也不是每次都进二十几个球啊？难道他们？乔丹这些上场就不会紧张了吗？会的，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压力越大呀，真的。你们平时在我直播间跟我皮不皮能死那种，还见我面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发现能跟你合个影吗？啊，对不起，我点不中，就点不中中间那个按钮，知道吗？真以为科比不看动员？帕金森了解一下，是吗？我记得有一次，玛丽亚·凯莉算不算大明星？真是大明星了哈！他有一次在那个什么 Super Bowl 嘛，是超级碗还是什么，就类似春晚一样这么重要的场合，他上去演唱，砸了。我记得有一次也是 Super Bowl 哈，那个什么叫做就珍妮·杰克逊，珍妮·基逊嘛，就米高基逊的姐姐珍妮·杰克逊。那个在演唱的现场突然 bra 掉了，露了半边胸出来，对吧？那时候你们一定很兴奋的在到处传播，但人比较健忘，你知道吧？这种事故可比我们偶尔忘个词儿可大多了，对吧？有些人已经开始搜索了，对吧？跟那个贾老板是吧，哇跳了、哎、那个什么
维多利亚模特在本土奚梦瑶，哇，走路都摔跤了。哎，但是我这个话说的有点夸张，那个地确实很垮。介意不说话，那个漏下来，漏了也就一两秒吧。你用得着介意不说话吗？有些同学已经发出了弹幕说，朋友们待会儿见，来得及吗？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就当你有时候想要放松的时候，发现手机只剩5%的电量了，这时候你说什么？ Challenge accepted， 我接受这个挑战。 Mission complete。还要逐帧分析啊，行吧。这像我们平时经常唱他的歌，我平常还有王菲老师，菲姐在春晚有跟那个陈奕迅一起唱叫《因为爱情》，也是翻得很厉害。所以大家都是凡人，有些人很优秀，但是不是说就不会紧张。我一秒五喷，应该说的是喷子吧，怎么变味儿啊？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我记得好像以前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说叫沈从文吗，写编程那个，他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嘛，大作家，代作家，小我这次啊，大作家。然后他有一次去给那个什么大学学生讲课，然后他上去之后10分钟就讲完了，本来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他就在后面黑板上写，对不起我太紧张了，就这么写的，是好像是沈从文吧，是不是他呀？我有点拿不准。你说大学课堂才几十个人啊，就是撑死200了，跟那些面对什么春晚啊，或者说那种万人演唱会的，是沈从文吗？一秒五分，诸葛年鲁啊，就是他。什么才不会出错？只有录像。谢谢大周炮将军的飞机。围城是钱钟书，边城是沈从文，小城大事是杨千嬅，山城是重庆，花城是叫花都吧，花都好像是广东，是不是？边城是钢铁之城。边城其实我看过这本书，就从21天到放弃嘛，但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作为一个文科生哈，作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那些名著都是有一种仰慕之情，觉得这本书就是一般来说老师啊或者社会啊都会给你，就长辈会给你推荐很多书，不仅是什么死女生啊百年孤独，这样会有个 list， 中华名著世界名著这样，如果你就是像我一样的话，就会想把所有的那种推荐的名著后面就打一个勾，就像做成就一样，就是那种《三国演义》check，《水浒传》check，《射雕英雄传》check，《边城》我是真的看过，可能还看了不止一遍，但我忘了写的啥呀。可能再看一遍就想得起来，但叫我突然说我就想不起来。
大家要珍惜自己幼年的时光啊。我爸说，我妈也说啊，都反正听他们说的，就是人呢一辈子记得最牢的时候就是青少年时期，或者说更早，就是小学初中那段时间，你是记得最牢的。你在成年后很多事情你就记不住了，那个东西，比方说不管我们现在怎么怎么样，我不会忘记九九乘法表还有什么拼音，但是我记不得元素周期表。就那个小学时候学的东西就忘不了，唐诗三百首这些。但是人的记忆呢，这是清醒的时候的记忆哈。如果你在真的老了，就那种90岁、100岁之后，你记得又不一样了。我跟大家说过，就是我有个，就这起手是搞习惯了，不好意思。就我奶奶啊，奶奶80多，快90了，她得了老年痴呆，她不认得我了，她已经不认得我了。但是他认识我爸爸，他记得的东西在30多岁左右。他以前是个老师，他是那个小学老师，然后他不是糊涂了吗？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说一些胡话，他会说什么校长啊、学校啊之类的，他说哎呀不能这样，校长会骂我的，对，就 类似的话。他的记忆在那个时间，我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哎，你也有个奶奶，谁没有啊？祖传老师，我那个奶奶是数学老师，我爸是语文老师，我妈好像也教过数学什么的。但他没当多久老师，后来去从商了，非常一个错误的决定，非常错误的决定。我爸也是最开始当中学语文老师，当班主任那种，后来从商了。谢谢小爱飞发币的飞行。我是什么老师？波已再到。谢谢 Homeless 的飞机。那时候不是下海大潮吗？我觉得经商很好，他没有经商细胞。电焊老师，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哎，真送。谢谢 Stay Homeless 的那个飞机，谢谢波宇再到有一发的思想卡。生活老师，哦对哦，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那个宿舍阿姨，我们就叫她生活老师。哦对了，刚才说到嘉年华会不会紧张这种东西，我在嘉年华还准备了一些那个周边，也现在也在是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周边，还有准备现场的雕像啊，一些前期的工作嘛。我有周边已经到我手里了，我去拿给你们看一下。你们接待一下那个 DC 老师。
when it's swell. Isn't it fun, isn't it? But nothing stays. In 50 years or so, it's gonna change, you know. But oh, it's heaven nowadays. Thank you. 哦，不对，看错了。Je m'appelle Hélène, je suis une fille. 大家好，搜索一下。好久不见。由于这几天他都出差，都没有我上场的机会。上次见应该是20年前了吧？在柔天卫的飞机，终于轮到我了。我把那个三级头放在后面了。YCK 布莱森带两个飞机，对，刘天卫的飞机。谢谢大家的荧光棒。首先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去年我们有一次拆包填包哈，然后当时是我生日吗？还是周年庆？我给忘了，因为离得比较近。他们送了我一件，水友送了我一件那个卫衣，长这样，我还穿过，有印象吧？
这是件卫衣，我觉得就还挺好看的。然后呢，这次嘉年华呢也想做一件，肯定不是用了这个一模一样的设计，因为毕竟嘉年华是五一期间，穿这么厚要被热死。你是生日的啊、哦？然后呢，那就我跟爱鱼设计了这个 T 恤，比较适合夏天的天气。然后呢，他设计了很多款，我最后定了这款。卫衣当然会太热了呀，那只是上次你们送我的那个，这样。白色的话，第一，白色我觉得比较耐热，黑色太吸光了，夏天穿热，而且根据我多年当明星的经验哈。白色方便签名，比较方便签名，所以我觉得白色没毛病。这款的质量很好，找了就是很可靠的厂家制作的，这是样品，但是已经是最终版了，因为再改就来不及了。这就是最终版点最终版真的最终版点 JPG。我个人觉得还挺潮的，我不知道有没有 get 到你们小伙子的心思，小心思。本少女觉得很潮。到时候呢会在喜瑞斯上线。这个衣服啊不方便，就是用，因为衣服有尺码问题，尺码是最麻烦的了。我这个是 M 码， M 码，我为什么选 M 码呢？是因为我觉得穿宽松一点可能显得我更苗条，这是一种相对论。但你们呢就选，到时候选自己喜欢的码数了。有 S 吗？有啊，只是我都穿 M 了，我觉得 S 可能销量会很少。明天晚上就穿这个直播。现在许悦斯还没有上线，还没有。不会是通码？开玩笑哎，这个怎么通码？衣服不能通码，裤子也不能。有 XXL 吗？我来点开一下，你是哪些？啊，写阿笑 XXL。你穿 S。你们穿什么好，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你们的那个身材就一一对应上。其实 M 码挺大的，你们看一下哈。我只是我选择 M 码是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穿宽松一点，就显得比较休闲，穿瘦的话曲线太明显，我觉得可能不太好。走一个休闲风、运动风，你们仔细看一下，实际上它比我的肩膀哈，这肩膀对这里，然后这边对这里是宽很多的。这个男生也可以穿，说是 M 码，实际上男生穿完全没问题，就看你们想穿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现在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现在的流行，就是时尚界哈，我也算时尚界的一个就是 idol 吧啊。那现在已经不流行穿得很紧绷了，就是穿得很 fit 就不流行了。在流行 oversize 叫 boyfriend 风，就是上身穿得很宽松，然后下身好像消失一样。你们知道有一种风格叫做下半身消失吗？也就是说上身穿一个很大的卫衣，然后下半身本来穿的短裤但是已经看不到了，然后别人看着哇，一直很想知道他有没有穿短裤，那种叫下半身消失的那种 style。 还有那种就是穿上面穿很宽松，然后扎进短裤里面，露出你的大长腿，
啊，你们也穿 boyfriend 风啊，行吧。反正这个 M 码，按照常规的尺寸是可以适合1.7到1.75的男孩子穿的，所以我的身高也算实锤了啊。就显得腿长嘛，对。以前我，可能前几年我还比较就是买衣服一定要买最小码，才显得我瘦。我是那种观念，现在我已经改变了，到时候看你们需求。哎，你们不懂时尚的，都是土包。这就我来就是指点一二。男的，就是我跟你们说啊，男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不能穿的太崩，就是不能穿的刚刚好，会显得有点崩，有点勒，知道吧？这是男生女生一个款式的，只是型号大小不一样。以前我觉得女生的 T 恤要收腰，现在我改变了想法。你肌肉好，想穿崩一点；你肌肉好，你就不穿呗，你就把这个就扎在那个就这样。好热呀，就搭在这肩膀上，就好像我刚从健身房回来那种感觉，对吧？这样才让大家能够完整的欣赏你身材啊。这还打点阴影啊，涂点油什么的。肌肉男不会被抓的，到时候应该过几天吧，在喜维斯上个架，现场呢会有其他的周边赠送。应该是凭粉丝牌领取，具体的规则呢还没有制定出来，还在就是思考中。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有尺码的原因，现场实在是有点麻烦。有其他的周边在现场拿，谢谢。我是401来自67373的飞机。19级里要求也太高。出租牌子球带，哎，没有人表扬我这个小点吗？很细节的 detail 啊， detail is everything 啊， blonde 呀。谢谢爱与爱生活的他们的飞机，这也是那个爱与设计的，我们设计了其实很多版，最后定了这一版。21级以上的就是67373的观众也很多，好像200多个，有多少？30级以上领取。你们这些人就不皮能死。谢谢孤独时代的洗面奶的飞机，还要加个 R 啊。其实我还是稍微做厚了一点，担心不然的话夏天汗水就是太热，汗水打湿了就卡，而且厚一点稍微形状好一些。谢谢大白67373的飞机，谢谢无地自容的兔玲珑的飞机，谢谢主播没有酒的飞机。对了，说除了谢谢爱鱼以外，还要特别感谢小柯儿，你们的那个爱鱼设计好了之后，厂家是他和小柯儿去联系的，因为我比较忙嘛，平时太忙了，就我把设计方案定过了之后就没怎么管了，后续他们就是帮了很多忙，谢谢爱鱼和小可儿，谢谢想发妈的我安静了啊的飞机，谢谢猥琐一位11发的飞机，哎，你们这帮人。
feeling like P. Diddy. Hey, what up, girl? Grab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gonna hit the city. Let's go.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back. I'm talking pedicure on